啊，你比如吕进，吕进十指画眉毛，他这拳打来了之后呢，你看我一画眉毛，你看说往前推来以后打来以后，你画着眉毛，哎，他你比如他随便一进，随便扑来之后随便一进，你看我他又进走你的，我这么一画着眉毛，你看我只管我这个，你看他拍着进攻，往前进攻。我要想使捋劲儿，他要捧，拿捋来破的，他捧这个劲儿，我这手不管都没关系，你捧先捧，你看我要这样的话就瘪了，我要顶着我就出去了，那我一画眉毛，你看就是眉毛这么一走就过去了，哎，往前他一推的时候，我这就是捋，我捋的话呢，他就借着就靠，哎，我一捋，他不是就是打靠吗？打靠我就按打按。按是什么呢？按是这个平栏楼下桥，这个挤劲儿加几脚前脚，挤的身上很大的劲儿，你看一挤我人就出去了。我要使劲也不成，不使劲也不成，怎么办呢？就是扶肘沾肩，往地下看，看五体三尺，哎，就是按，你看，他必须把管我的关节。他管上关节了，那么整的他管不着我这关节。节如轴承运贯向，他摸到这地方之后，你不要跟他这说话了，用这八法，你看，摸到这儿之后，就像火山体滑坡，山体滑坡这个水，他这滑坡了，滑了。我说的意思就是说，八法是八种不同的尽力，也可以说是八种不同的方法，但是这些方法都在意念上求，绝不要在外形上这么走。开始练是捧向哪儿挤向哪儿，这是入门阶段。它这八法虽然是比较难，难度比较大，层次比较高，但是呢，它最后的时候还是要在意念上。我们是练畅空，就中央和地方畅空，不是练呢跟中央拧着，老使劲那不成。太极拳一举手一投足稍一用力勒着旁边，不能用力。练到最后啊，太极拳呢就属于水螺拳，水拳。我们说这个法那个法，这么练那么练，最后的时候就效法自然，就效法这水。天地万物，八卦是天地怎么转，地球和太阳公转自转。太极拳就水，水是无孔不入，随方就方，随圆就圆，入孔攀峰，遇阻就旋变。有了乐差就会有瀑布，就能发电，没有自己的力量，你比如他现在的力量，他力量很大，挡住我呢，好比是一座山，我的水挡住我了，那挡住我呢，他这水不会把山碰掉，他顺着山走，顺着山走，说这个力量到我这儿了，他要是水的话是什么呢？他就自然的。把它包裹上了，水不会这样顶它出击，它包裹下来之后呢，你看你这个拳头打到水里去之后，水一点缝隙都没，都给你包裹上了，连汗毛眼都给滋上。如果你拳出去，才出去退回去之后，这水呢就一点空隙也没有，就把这个弥补上了。练的就是水的意念，去意如水，去意如水旋转。如水走，你看，水逛，你看在你在这个海里边，你看这水就这水，你怎么它都站不住，你只能顺着波浪，随高就高，随低就低。所以我们这说这八法呢，最后我多说一点呢，这八法和其他拳之后，这个一招一式这是规范，必须按照苗红这么写，但是呢，每一招一式之前必须灌注意念，以心行意，以导气。以气运身。什么叫这个？这不是咱们是以心行意？什么叫心呢？心就好比是咱们现在高科技人员。意是什么呢？意就好比是软件，制造创造一种软件，编程序。以意导气，气是什么呢？气就是它的功能。以气运身，身什么？身就硬件。咱呢现在可以这么比较一下，那就拿意念去这么想。主要是想，你想得到就能做得到，只有
想不到的，没有做不到的。你说现在科学发展这样了，那就是想出来的嘛。幻想也好，合理的想象也好，它都慢慢都能形成现实。如果你说这个，你就思想紧固了，就靠练拳头，一招一式这么练，那是最后你攀不到高峰，也达不到一定的高度。